欢迎收看丢的频道，我是小金，各位亲爱的听丢丢的吧。今天呢，昨天我有在家里遇到一个超迷你的小红蜘蛛，但我把它用这个来把它用扁，所以这个磁铁很可以把它冲打死。现在换小美乐讲。小美乐今天要画这件，哎呦，小美乐，这样好看吗？那好吧，我谢谢你。这件是她的礼服，如果有买的东西会跟她结婚。有点恶心，她现在赶快来画吧。现在我们要把它画衣服，从这边开。哎呦，好痛哦！一直这样。这不用太急了，这小不用讲，这个就放在这里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件，然后首先也是从一样地方再打开，因为这边的而且这有点难穿，算了，要用架直接把它套进去。但有时候可以很好穿，因为呢我还是想给你。然后这边是假的，架子就好了，然后这样好看，架子，这里架子，用掉架子，好，这样好看吗？加油，出米下。我记得他上次有穿鞋子，但还没拍到。下次我会拍。这一件很像蕾丝，因为这里有网子蕾丝，我都叫它架子。上集我有拍到这一件，就是我上集你们有看到这一件。现在我们是要拍这一件，然后这边也看有这一件，还有可爱的粉色。然后这边就这样，这边就一条线啊，拉了没有？它这边已经没了，这边已经。然后现在我们该画另外一件喽，这样就是这件有点像八点的，这是它外送信的衣服，我真的觉得这很像那个 Mickey Mouse。Mickey Mouse 就是那个小老鼠，但我们不是在介绍，就这很像。但是你以后可以买小美乐 Mickey Mouse， 眼睛可以眨一眨。然后现在我们该帮他换衣服，就是现在这件撕开了，就好像那个什么的撕，就一块东西，然后被剪刀剪开。我记得我在一个 iPad 上看到这个，它这边就叫米奇 Mouse， 我都叫飞机还是米奇 Mouse 的衣服。我这哎呦痛，哎呦哎呦，这件就是那么多。你知道小美乐我最好在照顾她，因为现在我们都很忙在出去，因为我现在在上。Leopard 是一只黑豹，
记得帮我按赞，小铃铛，记得关，现在，敬请期待，拜拜。